这一个熟悉的名字，就好像我已经认识他好久了。 我是 Libby， 我的中文名字叫戴诗然。我从5岁开始学习芭蕾，之后学习了爵士舞和现代舞。在我9岁的时候，为了学习更多的中国文化，开始接触了中国舞。从此以后，就对中国舞的特殊魅力深深地着了迷。 我在舞剧《埋木兰》中扮演了木子这个角色。从小我就很喜欢看木兰女扮男装、替父从军的故事。剧中的木子可以穿越时空，和木兰隔空对话。木子，她就好像另一个我一样。 他从迷茫、彷徨，逐渐地找到了自信。这个故事也深深地鼓舞了我。诗然在舞剧《埋木兰》里面，她扮演的角色是现代女孩木子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确实是有很多的挑战，因为不仅要把这个舞蹈去跳好，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木子这个角色要塑造好，把他内心的矛盾的这个情绪的变化要表现出来，确实是不容易的。然后他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对自己不是很有信心，我就不停地鼓励他，我说你要去尝试，尝试，你就会找到你的自信。 是老师的鼓励，让木子这个角色渐渐地进入了我的内心深处。我从小跟着爸爸妈妈，从美国搬到中国、德国，最后到了加拿大。每一次面对新环境都很迷茫。曾经的我非常害羞，舞蹈让我找到了快乐。 从排练到演完这出舞剧的经历，我就好像剧中的木子一样，受到了木兰的鼓舞，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。那天看完演出，我真的是很激动。 他在台上的那种坚定和自信，让我觉得他已经找到了木兰的精神，已经不再是我跟他说的故事里的木兰，已经融入他的血液里面，他的灵魂里面。木兰不仅对于剧中的木子，也不仅仅是对于剧中的扮演者，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它都是一种精神的楷模，它是一种内心的力量，强大的力量。她的勇敢，她的不畏艰难，她的家爱、国爱、小爱、大爱，这都是我们所追求的。 当我看到木子的蜕变，看到越来越多在我们这学中国舞的孩子，越来越以自己中国舞蹈文化为自豪，越来越喜欢中国舞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欣慰的。还有的话，我看到不但是我们演这个剧的孩子会对中国的文化越来越感兴趣，还有是走进剧院的看我们《埋木兰》的这个舞剧的很多的不同族裔的孩子，他们都对我们的 木兰是那么的喜欢，对我们的中国文化是那样的向往和一种尊重，我都觉得很欣慰。每一个人心目里都有一个木兰，等待你去发现它，找到它。